九月份最终回，前进八八八，爱机瓜奖零一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机，今天久违的又来爱机开瓜奖，又来夸奖了。这是九月份应该要是最后一瓜了，已经干灰了太多张了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刮这张九月份可能是最后一刮的前进八八八，高达八次的中奖机会啊！刮出任一个八，即得其对应的奖额。好，同样的这一张呢是零一一七九零，尾码是零七五。选这张的逻辑一样是前八码加总等尾码，前八码是零加一加一加七加九加零加零加七等于尾码五，一样是这一张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依照往例还是看一下，现在时刻是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五，那我们就开始刮这一张高达八次的中奖机会。之前放估了，上亏了太多次了，来先刮出 QR code， 但是还是依照我的影片风格。再来第一个号码有没有兔子二来？没有，第一个没中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二个，有八次机会，第二个有没有机会？第二个六啊，第二个也没有啦。接下来第三个 PH。三，哇，前三个都没有，那这一张大幸福鸟。一，第四个是一，七 ，W 出现了，有可能是 TWO， 但是已经出现五个，没中，接下来看有没有机会，来个八吧，好久没中了。九，没有，哇，剩下最后两个机会，有没有？来个八，五，没有，好了，这张99.9%杠亏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四，哇，最后一张还是一样，不得我意啊，又杠亏了。好。还是我们依照来看一下这个 QR code， 确认一下未中奖，真是太衰了！自从中了那一张1400块钱的之后，已经连续杠亏了好几，快十几张了吧？真是太糟了！10月3号会有新的刮刮乐要上市。只能期待这新的刮刮乐再来刮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爱机刮奖就这边结束了，希望下次能中奖，祝大家也都能中奖啊，再见，拜拜。